关掉啊，然后、关掉，一样拔掉。那另一次那个插头拉掉，好，然后把它插拔下来，插拔下来一样，水，你就把它打开，如果没有用完的水，就把它倒掉，每天要换。好。因为我们这个没有水过，所以就让它自然放在擦干或者让它风干，第二天的时候再一样再装进去。就可以了，然后再收上来。这边有箭头，如果你没装好的时候它就会怎么装进去。好，所以这边是这个方向。好，然后再上一个进去，然后要用的时候再把它装上去。好，旁边就上去。好，确认一下 power on。OK。